在那个时代呢，它是就192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的龙柱呢，是一根一个柱子一条龙，但是这个庙的龙柱，那一个龙柱，自己去看啊，那个龙柱有什么特色？有两只小龙，有智慧的人就看得到啊，自己去看。这个没有。那边小龙去拍，每天都在这里，竟然没有注意过。来，看一下哈，这边有写啊，康有为书《魏金德传》哈，啊《卖传》。然后那个出钱的人，啊，出钱的人是他。哎，这个就是说一点那个了，披之无甚高论的，说出来就没有什么值得的了。可是没有说出来，你就是不知道，就是不知道。你就不要来了，你就不要来了。他没有听到，绝对是他的损失。啊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